好，然后下面是我们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。我们其实有那个 Facebook 跟那个 Instagram，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话，希望你们可以 follow 我们。然后下一次如果来台湾的话，也希望再见到你们，好不好？最后一首歌送给你们，叫做 Why Don't You Kill Us All。Thank you.
谢谢，我们是 GDJYB 鸡蛋蒸肉饼。